谢谢，像一场梦一样，就是下午聊完。对，我在梦里面了。我说我们说到了拍这部戏的时候，对你体验，包括你手中的那个纸，我们都从直播中看到了。这一刻拿到奖什么感受？现在一直在呼呼的冒汗，其实上去还是，因为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拿，所以没有准备任何话，所以就是前言不搭后语，前言不搭后语，然后还想调侃一下，我说因为有一个催场的音乐，我说我就等到那个音乐响起，然后第一时间就听到那个音乐响起，很幸福，我觉得完全是被幸福包裹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应该感谢表演本身，对，因为它是一个很难和别人解释的一个工作。对，就是他，这个他中有我，我中有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对，他很奇妙，他有时候非常理性，他有时候又感性的可怕。对，所以我要感谢我剧中人物谢小芳，也是他感谢那块画板给了我。对，因为我总觉得我拿不到奖。对，其实我很在意，就是在观众心里。对对对，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其实还有很多没有被提名，还有很多一直也是我们的同行，其实他们也非常非常值得学习，甚至他们也可以去拿奖，因为每一个作品每一个人物他都是完全完全不同的。尤其现在中国电影市场这么好，两年才又一千万，是的，是的，最终排名在204。像刚才在你之前就有最佳男配拿了双黄蛋哈，但是让他们俩互相的心相惜，认为对方都是值得拿到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感谢。上次因为李冰洋他们电影你也拿过三大奖的奖项啊，这些跟他今天是同台竞争是吧？记得好像是，对有一种特殊的感受吧。有，感觉很奇妙。对，跟他这么坚持的剧本，票房一直不错，是不是得到这样的这种青年来说，其实还是蛮有。当然了，非常非常鼓励。我觉得他也是很多专家选出来的。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包括整个影片本身，因为我觉得。我相信其实我们拍电影的初衷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对，就是说它一个电影囊括非常非常多的部门，它也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和线索在里面。嗨，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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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觉得就像有一种，就像我看到等等他们在幼儿园排练，然后他们那个每天排练然后上台的那种兴奋，那种表达，然后和掌声之间的那个关系，对，所以刚才是像歌手这样激励人的东西。对，有没有把这个消息给家里人分享？他那两个姐妹还没有，但我相信他们在看，正在电视机前在看，或者在网络前在看。那来之前呢？来之前有没有娘娘和两个孩子有没有说你要是得了这个大奖，他们会有对你有什么表示吗？我还真的没问，因为就是好像很随意就这样出门了。啊，对对对，然后对，因为在我们家就是我会觉得最重要的是观众心里的那个奖，我觉得在观众住进观众心里，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对于来自家人的鼓励，你有什么期待吗？期待啊，我觉得现在有点饿，我觉得下午有碗面吃也挺好的。然后这个奖杯，孩子们等等和小花也可以跟他玩一玩。非常非常重的一个奖杯。今年的金鸡奖评选改变了评选的规则，从过去的是不记名的颁奖，现在是实名投票，也就是说每投票都被记录在案。实际上我们有的人开玩笑说，这样会更加他的公信力啊。那我相信可能你对自己也有什么感受吧。对，我对评奖不是特别了解。对，但是评委可能有些你可能都不知道是谁最后把票投给你。是，感谢感谢你们投我一票，投小峰一票。而且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在台上说的那段话一样，我说经常作为演员来说的话，我们经常不知道在干什么，很多常人很难理解的一些状态，然后
后我说其实我是非常尊重表演，表演它有非常多的学问，它既轻松又严肃，对，它既参差，就是我觉得最美妙的就是参差，所以也很感，因为评委也很参差，所以就像王小波有时候经常，这个世界的美是参差的美，所以就像这个世界的艺术的美，对，艺术本身就是应该百花齐放，然后参差的美。谢谢，好，乔哥，麻烦跟新浪娱乐和金鸡百花王微博的好粉丝打招呼。好，金鸡新浪娱乐，新浪娱乐金鸡百花官方微博，新浪娱乐金鸡娱乐，对吧？新浪娱乐，新浪娱乐金鸡百花，新浪娱乐金鸡百花的官方微博的网友，大家好，我是董超。好，超哥得完奖以后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伐木累讲的吗？伐木累，对，我本来想在台上喊一句，对，台上其实你开始想特别简单的，因为特着急，我说如果万一上来了说多了音乐响了被吹下去，然后想说的特短，说两句，说是不是如果有可能就上台阶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说一个有史以来最短的发获奖感言，就是无语。我说无语，人家说你太不尊重奖项。对，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话，很多很多，网友朋友，感谢你们，因为我也是一个网虫，每天活跃在，偷偷的活跃在这个啊，经常这个微博啊，经常搜自己的名字，也经常点赞，经常，对，所以我觉得新浪是一个特别活跃的地方，是一个。也是一个参差的一个美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很好。你们饿吗？你们现在此时已经吃完饭了吗？对，我现在已经饱了，我非常的开心，被喜悦充满了胃啊，所以希望大家这个快到，哎呀，还有一句我忘说了，930城市之光，对对对对，还在台上，而且最重要的是忘记感谢我的团队，还有我的经纪人，现在正思思小姐正躺在这个病床上，但那不是生病，那是这个坐月子。对，这个最经典的一句话忘记说了，感谢我的团队，那么辛苦的面对一个这么烦的人啊，这么一个family，we are， 其实在台上很想喊一嗓子，但是又怕不得体，对。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川。过来，请照个相，以后眼地就在这儿，喝杯。那个画画。陈老师，您能对桌二座的观众们说一声吗？呼和浩特的朋友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个美丽的地方。正好我这有灯，好，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完美，李太太，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拿着那个鸡，来，金鸡，对，在这儿。好，那个正说，那么在台上说的那么好，一定是准备了。没有，你看我说的，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语无伦次。我也语无，我都已经喘不上气了。非常好，我觉得说的非常非常好，不行，完全是演讲教材。吓死我了！我们应该怎么？近一点可以。现在这个，现在这是正常的。对对，这里。从左看到右。我们要把这个侧着拿吧。好。对，侧着拿好看一点。中间就差词了。亲亲吧。那超拍出照吹萨克斯的感觉啊！吹萨克斯，你在群访，那台上啊，我去跟台上走。大日子，真的是大日子。跟超哥上那个，谢谢啊，超哥群访吧那边。群访，哎，不是，就做这个，对对对，
谢谢。是要恭喜，恭喜恭喜，好吧，是的，能进吗？跟我们一吗？嗯，可以吗？冰冰今天到这儿之后，见到这些老朋友，对于李太太这个称呼还习惯吗？哎，我觉得太，就是大家老开我玩笑吧，就是因为都太熟了吧，这些朋友，所以大家老在开玩笑。但是我知道大家都很为我开心吧，然后因为都是最亲近的亲朋好友了，大家有的时候都认识差不多20多年，所以还是觉得对，要让大家去感受这种感觉。邓超来到我们的讲台的时候看了一段评论。完全没听清楚，吓得我，因为我只听到范冰冰，然后就有音乐嘛，然后那个颁奖，让我们欢迎邓超来到我们的现场，恭喜最佳男主角，对，我要看看，要回放一下，现在我可以想说一句话，说感谢米雪莲的，当然感谢了，因为，确实是刘震云老师赋予了这个角色很多的生命力，然后导演。其实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又给了很多的可能性，当然也要感谢我自己，就是可以让这个李雪莲的这个人物最终走到这个大荧幕上，然后跟观众见面。这样的角色让我们很多人都去当这个农村妇女，坚持对她的身份，对，而且不是很多年前的农村妇女，是当代，接下来其实我有一个电视剧刚刚结束，刚刚拍完，那后面可能还有几个电影在看剧本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觉得他的表现还真是挺好的。对，咱们可以讲讲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我们12年前合作过生气，那那个时候就是将近是那时候的第一部电影，但是我又很幸运的第一部电影里面就拿了百花奖最佳女主角。那12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圆嘛，也是一个轮回。那我又跟他一起拍了《我不是潘金莲》，然后就从去年是拿奖，然后到现在，觉得对我们私底下也经常说，我们两个人可能是彼此的夫妻吧。那我们在塞巴斯蒂安也拿了大奖，然后电影呢，然后这个导演呀，然后演员都拿了奖，然后。就是一路拿下来的呢，真的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因为就觉得这么多年的努力，大家都有了，慢慢的有回报，然后也是跟导演的一个缘分。他通过这部戏，当年就拿奖拿到这么多，是不是也在塑造角色和塑造角色的心理？可以跟现在演员分享。当然是走过来，当然是因为觉得演员都有一个过程，可能他首先是要在生活当中的经历。然后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我小的时候我也演不出什么，我也演不到一些特别深刻的人物，可能随着你的生活的慢慢的经济，然后你的成长故事慢慢的更丰富了以后，可能你去对每一个角色，可能都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侧面，可能是很多个侧面。其实有时候很多角色一直在不停的在学习，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让你不管在业界还是在粉丝面前，那么在演员的这个戏里面，我们看到最终的本色，到现在的走向，那么未来还会不会再继续拓展自己？其实演戏一直是我们的，应该是这一生可能都是让我会觉得很幸运的事情。那我只是因为喜欢演戏，所以才做了这个职业。那我也觉得这个职业是很神圣的。每演一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都不太敢去怠慢它。那我也是希望，不知道以后到底还会有什么样的角色，我会跟什么样的角色会有缘分。但是我觉得，只要是能碰到他，我就会珍惜。接着来讲，范冰冰跟那个新浪娱乐和金鸡的娱乐微博打个招呼。这个是吧？哪个？一样。新浪娱乐金鸡百花官方的微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冰冰。有什么话要对那个粉丝们讲的吗？因为在微博上一直你的粉丝是特别特别热情的，尤其是在这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其实要对我所有喜欢我的朋友，对我的迷，对冰冰邦邦，然后要
要跟他们说谢谢他们这20年以来的不离不弃，然后一直支持我，从我一开始是一个小女生，然后慢慢长到了一个大女孩，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他们都坚决地信任我，然后给我鼓励，然后支持我可以走到现在，所以我特别感谢我的女孩，然后也感谢这些曾经帮助过我然后疼爱过我。现在大伙儿也很关心你跟晨儿的这个婚期了什么的，或者包括昨天晚上那个过程，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大概的。其实只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普通人，每一个女孩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过程肯定是终生难忘的，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应该是你会到老的时候，你还是会去回忆它，觉得它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嗯，那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可能是要保留在自己内心里面的，我永远不会忘记的。那关于婚期呢，我们是不是很，因为我干了十多年了，这个信息我们也关注了很十多年了，十多年都没有嫁出去。不是这个就感觉有点，昨天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感觉啊，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那现在有没有讨论的这个关于婚期的问题？因为目前还是我们两个人确实都挺忙的，那他是在宣传电影过程当中，那后面还有一些电影拍，那我就想说还没有定好到底是什么时间，还要跟他商量吧，希望两个人都能稍微的有点空闲的时候。啊，我觉得因为这个还是一个人生中很非常重要的对大事件大事情，对我们自己本人来说也是，所以就希望给他们留一些时间，然后可以多留点。那你有没有憧憬过这个，比如说婚礼现场是个什么样？比如说在国内办还是在国外办？没想过，没想过是吧？得，谢谢谢谢冰冰，恭喜你，再次恭喜。特别值得祝贺的是刚才我们采访的何伟，他在你的对啊，首演了你的现场，是不是啊？那么接下来还有最佳国语片、最佳导演啊这些奖项。那如果还是我不是肯定人获奖的话，那我就觉得就是大满贯嘛，那还是很完美的一件事情。我希望有小刘导演获奖。之前我采访于何伟，他告诉我那天的剧组特别的棒，就是在联系啊、拓展联系都特别的默契。然后觉得在那过程中，就是演不好戏，自己觉得不敢。对，会觉得丢人，然后觉得会让大家觉得会拖了大家的后腿。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拼尽了全力吧。但是我的角色确实不是很好演，因为他是游走在中间的一根。就是穿糖葫芦的这个床，所以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是需要认真去思考，然后再去表达。你今天能拿的这奖，应该说是20年最值得，这个是最专业的。当然，而且我觉得金鸡奖本身也是最专业的电影奖项。等会儿咱们出来一下啊。对，而且我也觉得金鸡奖，而且我也觉得金鸡奖应该是我认为中国最专业的电影奖项，而且我是电影人。给我一个这样的认可，真的是对一个女演员一辈子都是个骄傲的事情。历史上潘虹拿过四次呢，所以希望潘虹老师很棒，因为我现在拍的这个戏里面她有在演，对，所以我非常欣赏。希望你能拿到更多，谢谢，或者更多啊！谢谢，都拿过2个A 级的奖了嘛，对吧？谢谢，谢谢大家。我好可的啊，没有注意。来今天这也是你的粉丝吧？这样多好可的粉丝吧？以前来过这儿吗？然后这次拿奖品感受。多好可，我之前段时间来过，而且还在这里录过节目，觉得这儿是非常有意思。大草原非常漂亮，而且觉得呼和浩特的观众们真的非常非常的热情，而且他们有特殊的激情，然后对演员也是充满了这个热情的感受。那也希望下次有机会还可以来这儿，待的时间长一点，然后可以吃点好吃的，然后对开心一些。谢谢。谢谢对今天这个首相的一个。要求极高的一个人，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一切感觉上，能够通过自己努力的方式去争取到，这个感觉是一件很愉悦的过程。我们回现场再来等他们，按导演讲的。好，各位，你们稍等一下啊，我忙一下工作啊。我想自己说。
说嘛，从一个小姑娘变成小女孩，有历练了嘛，会表达。套到别人，不用那么简单。哎，你好看了吗？长到这个哎，超哥已经过去了，超哥已经过去了啊！没事没事，30万也没有什么，刚才不是都5-60万了吗？无所谓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支持，别着急啊，待会儿冯导肯定还会过来啊，再等等。